用上个古文水说善谈，听看日本古文集汉字音读有中国汉字音之差异。在影响我国学用功日本等各类融入武术元素集以及映画时，除了人物角色之姓名有称呼意味，往往能发现其在顶中或发动教室当下未来编念顶中时或教室名称真假可来归属以后以现是自个之身份背景学习涵养信念立场等轮廓讲解，也充分展现顶下精彩之文学水准。后者便有助于史书人个人攻击方式，强化教学印象，调整文理节奏，不胡乱对方心思。由此得知，教学之命名是非常严谨古礼。上述之定中四句不教学名称，其发音形式可透过各种转识载体和途径来鉴定。大多是以中国汉字音为基础，其特处是精炼深韵，又唯美两重，能对作品产生回量点睛，激发文化共鸣之加分效果。尤其是应用在娱乐领域上，可极大程度来发挥有教无乐之目的。现在，医药借用娱乐事业发达之日本，其电子游戏产品良好馆已感受内中日本古文字汉字音读部分有中国汉字音字与同差距。古火红馆超必杀技短袖好好看霸王雄好馆站立馆金衣甲反应局遊撃戦两极拳飞燕疾风局飞燕两神局霸王自高拳雷锋拳水泡站的泡起空泡刘应鼎下站站立董龙馆齐丹壁两冠杰雷杰丹经由意象比较也有能量又自由善用貌古文家敬天靠处之想法有作为灵威我来无常分享我个人创作之两部短篇武术小说管理高峰有管理高峰二部曲管开之争其连结名字在下方说明人类
本影片只制作目的，是希望您透过谈说时事，来用于推广上古语文及复原化、现代化、有考古化。